大家好啊，我是香港接 iPhone 啊，今次为大家介绍的是何文田津华的极高层一房单位啊。咁大家都知道何文田这个地方其实收租亦都不错的。咁我现在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津华单位收租是十分之好的，大家一起看看。这个景观呢在市中心真的很难得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欢迎找我 iPhone 啦，大家下条片见，拜拜。